旁边放的是什么？好，那我们主题是拥抱自由，拥抱太阳。那我是林志龙，然后那个这个简报是我会放给他的，有30万美好，所以就是大家请关注一下你的账号。然后这边有提到，就是说这边有能获得政治立场，所以说那个要如果不想接受的话，就赶快离开这样子。然后林志龙在 cosplay， 虽然这个是我的 ID， 我也不代表。Costco 的主办单位有办法理财，对。好，我是谁呢？那个我靠北边大学，大家是不会修电脑的学生啊。然后我是自由人贡献者，然后主要是在做在地化，或是回报人力权限，或是送修正程序修正。然后基本上我是温度的使用者推广。然后Enlighten 我代表 Enlighten 在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然后这次要来干什么呢？就是因为没准备去美国借的资料，所以说我要来讲以前的大学留学期间使用自由与开放的学习方式的心得。然后因为就是因为我是那个修就是大家会用的手电筒那个科系，所以说我后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我不想要就是继续用，就是说。我之后进到那个咨询行业之后，就是会被，就是价值会被别人看扁，就是行业对。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我不想用老板，因为我之后要跟老板，我不想要之后就是有那个可以双方都有。然后另外就是另外一点就是那个。所以我后来就是进大学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把圈图版的都是砍掉，然后就是之后改掉。那另外一个目的是我想要重新衡量，就是软体到底是什么价值。比方说，为什么 Windows 是加10，加0版是4199，为什么 Windows 专业版是6999，为什么不是419啦，或者是40啦？对。那我是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在做这个决定的。然后那会遇到一些困难啊，比方说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的教学系统，然后不认识 Windows 电脑的微软网站，大家如果也熟的话，就是这个是那个微软的 Edge 的。那两分钟也是中间的嘛，对吧？然后那个解决之道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是有解决之道，就是说你可以先沟通，然后这边就是说先跟别人帮助做作业的时候，要先跟他讲说我怎么做一些方向，然后不要让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我今天要感谢就是那个 EasyGo 做一些，就是说那个有一个我一直很欣赏 EasyGo 做的那个桌布，然后一分钟整个10秒。好，那那个这个是由 OSAN 的所主导开发的那个很多年做一些翻译版本，然后之前有幸邀请那个孙世平先生来。比社团演讲，然后就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说，1999这个桌布是有含义的，就是说，当那个这个软体就像是那个城市的状态一样，就是当我们把状态遮住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那个天空中有非常多的那个像星星一样的自由软体，对，其实这软体是有蛮多就是有用的软体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发现这些。然后，那我接到这些。